谁想先来试一下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好好的，我们都不打扰你。开门呐！哎呀，干嘛呢？这画面就是开门一泼水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职业病，职业病。开门，快开门呐！还我爷爷，快还给我爷爷！还给我爷爷，给人借钱了。26，魅力御姐，是我是我，我要举报这个软件，还此生只应天上有人间难的指挥文。月月试一下啊，开门，好可，我自己都觉得恶心，不行吗？快，没事，我们能忍住，你快点，我们忍一次就完事了。我现在快点啊。开门，开门，快开门！还我爷爷，还我爷爷！好，18岁，18岁，妖精肯定马上还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起码得30多。哦，哎呦，哎，油腻大叔，52岁，油腻大叔音，装成那样了，还有岁月的摧残，听出来了？对，不想活了，52，我的妈呀！小童，你就。按你自己正常的声，我想听一下，因为你平时那种就是4岁的那种。爸爸，平平，是这个声吗？我人我爸爸，你快开门啊！您这样，开门，快开门呐！还我爷爷，快还我爷爷！啊，这个响，这个响。哎呦！哇，天生的这种就是童音。林书欣，书欣试试，快快快，来个最年轻的，尽可能年轻啊，尽可能的小。开门，快开门呐、啊！还我爷爷，快还我爷爷！10岁左右，7岁，7、8岁，10岁，好准啊！10岁左右，王明浩来呗，本身你岁数就小，本身就小，来，开门，快开门呐、啊！还我爷爷，快还我爷爷！23，来，小宋是一个这个18岁的少年，我们看看能出来几岁。开门，快开门呐、啊！还我爷爷，快还我爷爷！哇，哎，好准哦！花花来，开门，快开门呐、啊！还我爷爷，快还我爷爷！这个是一个老小孩了，八岁，阳光正太爷。腾哥，腾哥也得尽量年轻。开门。哎呀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我往年轻了走呢。腾哥，你的那个娃娃音已经没有了。你看你，我这里有个娃娃。开门，快开门呐！还我爷爷，快还我爷爷！爷爷不会跟我受连累吧？4岁。这个软件被骗了，离谱啊！4岁，正宗淘气小宝贝音，我觉得这有问题，超离谱哦！姜老师想让声音变年轻或者变老，他是有什么方法的吗？小朋友说话，他不会就是想得特别深思熟虑，尾音的时候不要太拖。开门，我，快打，也就这样了。但他绝对不是，开门，我，你听着一定是年龄就大了。